上菜。会演节目呢，你怎么还吃上了？我这算是吃饭节目，这怎么能算节目呢？对呀，你就是馋了。下面这个才是正式的节目呢。昨天弄湿了鞋子，今天你扇了你爸，我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小孩子总是忙的，一条小河迷路了，他东瞧西望不见妈妈。你好棒。鹦鹉学舌说着话，麻雀枝头叫喳喳，鸳鸯戏水成双对，翠鸟忽眠鱼儿飞，喜鹊报喜即想到，乌鸦帮忙来筑巢，凤凰勤劳心地好，七彩羽毛传说送锦州。成双对，翠鸟湖面鱼儿飞，喜鹊报喜吉祥到，乌鸦帮忙来筑巢，凤凰勤劳心地好，七彩羽毛传说送今朝。刚刚你还是只小小的小凤凰，一下子就变成百鸟之王的大凤凰了呀。龙年的喜庆时刻，我变回来给大家凑成一个龙凤呈祥啊。哦，寓意可真好，不过我还是喜欢那个小小的小凤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现在这么好看，这么威风，就显得我更黑更丑了。我们在一起根本不像是一对好朋友。那现在呢？你怎么变回来了？这样就不是送祝福的凤凰了。送祝福不在于我的样子，我更在意我的朋友。小凤凰，你真好。走走走，我们一起去唱歌吧。洒在我们的身旁，蓝天白云鸟儿飞过欢乐的时光，鱼儿水里拍打
大浪花，小凤凰学飞充满欢乐，喜鹊唱歌，乌鸦拍手欢，笑声多美好，清风祝福我们拥有智慧和力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，梧桐树结的果子叫做幸福家乡，展翅翱翔从蓝天飞过，五彩世界充满喜怒哀乐，展翅翱翔从大地飞过，路再遥远不怕经历坎坷，展翅翱翔从蓝天飞过，我们一起描绘美丽传说，展翅翱翔从大地飞过，是一首勇敢的歌。真高兴和大家一起在中国过年，哇，这么漂亮的中国节。哎呀，我做的不好，再练再练，不用担心。红灯笼真好看。啊，葡萄，灯笼上不能乱画，要做的好看点。过年就要贴福字嘛，剪窗花，好玩吧？中国过年真好玩，像我们葡萄牙的狂欢节一样热闹。那你们的狂欢节是什么样子的呢？要不来唱一首葡萄牙风格的歌吧？好。踏上这冒险旅程，蓝天白云和我作伴，一路美妙的相遇都在记录，瞬间灿烂。树上鸟儿在歌唱，听那歌声多么嘹亮，朝着心中的方向，微笑迎接新的模样。阳光洒落每一个角落，温暖你我他。打开音乐，欢乐游戏，尽情奔跑吧，哦，尽情欢笑吧。来吧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冒险吧。你想想你现在就出发。谢欣赏。接下来棉花糖为大家唱一首歌，唱歌前我想先问问你，今年最难忘的事是什么呢？我也有一个机器人的朋友，他叫罗里。我就是胡胡说的罗里。那你表演个节目吧。我的乖乖胡萝卜，太炫了，萝莉！这音乐节奏太棒了。一起来表演吧。每个困难都没那么简单，叫上我们
再变一个，再变一个。小朋友，你有什么梦想吗？我的梦想是让城市可以折叠起来，我可以把铁轨折起来，立交桥也卷起来，房子也收起来，要用的时候再把它们铺开，这样就能有更多的绿草地给我们玩耍了。我的梦想是制作一个万能机器人，它不仅能打坏人，还能种树做饭，简直无所不能。我的梦想是有一个万能的橡皮擦，它可以擦掉身上的脏东西，擦掉空气里的病菌，还可以擦掉烟囱里冒出的黑烟。我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。别忘了还有我这个好朋友呢。对呀，还有我们呢。我当然记得。艾达，你唱歌跳舞都在行，你快帮我想想我们表演什么好呢。龙年了，当然要表演舞龙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呀对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感觉还缺了点什么？缺画龙点睛，这样舞龙才能给大家带来龙年的祝福。侯爷爷，哎，侯爷爷，请您也给老黄龙点睛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接受我们的祝福了吗？小孩的广播机里，哈哈。
哇哦，真是太神奇了。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糖画，可以画出各种各样有趣的图案。糖还能画画，真是好玩又好吃。白老师，我们可以尝尝吗？好吧，不过吃之前我要先说一下，糖画是中国的一项传统手工技艺，每到过年的时候啊，庙会上都会有这个。好吃，真好吃啊，真甜。过年了，你们也来一起做糖画吧。好漂亮啊！是啊。你们的作品都准备好了吗？白老师，这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完成的一件作品。这个花我怎么没见过？这个是爱达家乡的花，它叫做普迪亚花。这种花的生命力特别旺盛，我希望把这朵花送给中国的朋友们，祝大家新春快乐。爱达说的真好，那咱们一边做糖画，一边继续表演节目。这种花的生命力特别旺盛，我希望把这朵花送给中国的朋友们，祝大家新春快乐。爱达说的真好，那咱们一边做糖画，一边继续表演节目吧，来吧。高山的深处树不归家，甜美的竹林伴我成长，陆地的尽头是我的家，清香的绿草陪我长大，太阳与星辰指引方向，梦想在前方，友情在身旁，知识的海洋我们一起玩，智慧的高峰我们一起小琪，接下来该我们丝路传奇表演节目了，你有什么好想法吗？你会唱歌跳舞什么的吗？我看他们表演的都是这样的节目。唱歌跳舞我可不会，再说了，咱们得来点不一样的。你说的对，来点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就来点高科技的如何？可以带朋友们一起穿越到汉朝去看张骞。对啊，重温丝绸之路上的西域风情，这节目肯定是独一无二的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！我们穿越过来了，去找张骞吧，让大家亲眼看到张骞出使西域，这节目是不是别出心裁啊？没错。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跟着我们的节目去感受一下西域风情吧。喝一壶奶茶，跳一曲胡笳，西出阳关，便是天涯。喝一壶奶茶，西出阳关，便是天涯。
是一个传奇笑话。师父，您想好联欢会演什么了吗？为师在想，联欢会上一定有好吃的，别拦着我。八戒也别总想着吃，为师只会念经，节目的事你们都出出主意。老猪，我只想吃年夜饭，没主意。我只会打妖怪，我也没主意。既然如此，谁是主角谁演好了？那只能是我了。也对，妖怪确实是悟空打的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，师傅，我也打妖怪了呀。对，添乱也是你，搞笑也是你，说回高老庄的还是你。你别揭人短。沙僧，你说呢？我可没添乱，妖怪我也打了。真没想到，节目还没有，都争上主角了。如果是我出马，会显得我们这个组合很厉害。厉害吗？你忘了念紧箍咒的时候你那个样子了。俺老猪可不怕那紧箍咒。我也不怕。徒儿们都莫要争执了，为师会一碗水端平，不会有偏有向的。我看我们的节目就唱他吧。新春联欢会到了画画比赛环节，这次我们家一定要赢哦！大头儿子，快行动起来！小头爸爸，你看怎么能既欢乐又有艺术气息呢？老婆大人，我有办法。大头儿子，想有创意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随便画。不错不错，再来加把劲儿。原来还可以这么玩啊。越来越有创意了，色彩越丰富越好，继续。哇，我来了。我们这幅画就叫做《五彩斑斓的新年》。其实画画没有谁输谁赢，简单的线条蕴含天地万物的意义。你画的这是什么？这是阴阳，世间万物皆由阴阳组成，此消彼长，没有永远的胜负。所以重要的不是比赛，是大家要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，所有人都是赢家。我们合个影吧。看起来还是不对。哎呀，快点拍吧，合合，饺子都粘一块儿了。过年需要一张完美的合影，要不多遗憾啊。三二一，对不起，我们再来。四三二一，哎呀，这有一只蜘蛛，太吓人了！没拍到一张完美的照片。我觉得完美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。对，也许我们自然的样子就挺完美。三二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你们的照片的。并没有，它看起来很完美，
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，我们都会想起这个有趣的新春联欢会。哇哦，哇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熊猫呵呵。哇哦，哇哦 ，Leave it， 我是兔小。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龙年快乐！跟我一起唱唱唱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要有节奏就跟我一起唱，跟我一起唱唱唱。唱，大声的歌唱。